你知道青蛙跑到哪里去啊？姐，我看见幸运草了。啊，这样能看见幸运草，你要找你就让他一下会怎样？反正他会输啊。他们回家了。我要吃冰。回家吃啊，因为我开车又不好骑，回家喝汽水了。看这边啊，再找一找。再看这边一下。你有穿这个框框里面的东西吗？然后。那我就是。那跟你讲那时候做月经感的时候。哎。不知道怎么。